瞧瞧，席子怎么写？一个女，一个西呀，女人休息。我保证，只要你嫁给我，以后什么事儿都我来。我妈她可说了，她的儿媳妇那可是宝，什么做饭啊、洗衣服啊、拖地啊，那都由她儿子我。爸离婚。爸离婚。不是，那个，你们，对，你们俩，是我，啊，这位是我妈，这位是我奶奶，啊，老同志，这是家庭暴力啊，办离婚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哎，离婚可以。但是您得说清楚我为什么要动手啊，你得说明白说清楚，要不人家觉得是我一个人的错，对不对？不是你错是谁错啊？难道是我的错呀？您都把你的儿子当爷爷供着了啊，这在麻将馆是一夜一夜的打，整宿整宿。这是我的男朋友范亮，他马上就要第一次带我回家觐见他的母亲，我未来可能的婆婆大人。可就在这关键的时刻，他遇上了前来离婚的这样一家人。看着那个夹杂在婆媳间崩溃的男人，范亮心里一颤，一种不祥预感腾空而起。不管了，为了打好我自己给婆婆美妙第一印象的攻坚战，我只能严格要求自己，做好我这个准媳妇儿能够做好的所有准备，迎接血与火的考验。彭总监，上班时候别玩手机啊。哎，坐下，跟你聊会儿。行了，别装了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快点。好姐妹，闺蜜，你看，只差四个小时，我就要见你母亲大人，我未来的婆婆了。哎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扎扎针啊？啊，你快告诉我，她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她的兴趣爱好是什么？我好有心理准备啊。妹啊，咱俩不一样，您再怎么着这边是饭没熟，我这锅上还着着火呢。你跟我弟迟早的事儿，真的放一百个心，有我在。哎，等会儿，就这些呀？您是千金大小姐，下嫁到我们家，我妈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您放心吧。哎，回来，你这么着急，你去哪儿啊？啊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什么饭没熟，锅在火上？你跟谁呀？哎呦，熟了你就知道了。一次机会猜错分手。哎，你别闹了，我这智商本身就不高，你再拿分手威胁我，我更猜不着了。切，就知道你猜不着。今天是咱俩确定恋爱第三天纪念日。你不说我还真没记着。今天是俏俏第一天上我们家登门，早上起来我趁我妈高兴就跟她说了咱俩的事。
那你妈怎么说呀？坚决反对。你怎么那么没心没肺呢？坚决反对，坚决反对吧！你乐什么呀？放心，我们家四口人，我爸最面，其次饭量，我妈第二厉害，我最厉害，我处于我们家食物链的最顶端。咱俩的事儿包我身上，放心，分分钟搞定。干杯！干杯！你一会儿来接我，好啊。哎呀，我跟您说，这游乐场好几百人呢，我真不知道图钉是谁。哎，你等会儿啊，我这边有点事儿，一会儿打给你。你不认识我认识，你让我进去我就找着他了。哎呀，您不能进去，您给先买票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的儿媳妇和我姑娘都在这儿当领导，让我进去。对不起，这有规定的，你没票我就不能让你进去。不，你这孩子怎么那么死性呢？我是家属，我还用买票？我又不是来玩的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大妈，你等会儿。这个进门买票是天经地义的。您看，大家不都是买票进来的吗？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章制度。您干嘛跟一个保安过不去呢？我有事儿，我又不是来玩的。我买哪门子票啊？我彭总，总，你领导啊？我只是这儿的一份子。一份子那就算了，你要说话叫你们领导来，这小鱼小虾的跟我说不着，让我进去。哎，大妈，我们领导呢是不会上这儿来跟您理论的，麻烦您不要影响我们的这个工作秩序。我影响谁工作秩序了？啊，我影响秩序了吗？啊，哎，是你们那个不要脸的员工图钉影响了我家的秩序，知道吧？一个二手男人勾引我姑娘，祸害我姑娘，哼，那不是他干的事儿啊。哎呀，大妈，这是您家庭里的隐私，这我管不了，但是我们这儿有我们的规定，麻烦您不要让我们为难。这样，您要是想进去呢，您买票，您要是没什么事儿呢，麻烦请您离开吧。哎，我又不请您，别碰我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往后退。知道我有心脏病不？心脏病是啥知道不？我告诉你，心脏病一犯一生气，我嘎巴我就能躺这儿。躺这儿是你们负责任呢，还是你负啊？啊，往后上，往后上。哎，我说大妈，你怎么那么不讲理呢？您不是有心脏病吗？啊，那您干嘛非得跟这儿较劲呢？你要万一有个好歹，我们也不落忍呢。你别跟我这假惺惺的啊！心脏病咋了？心脏病也是被你们那个员工图钉气出来的。要不你今天把他给我叫出来，叫出来当面跟我对质。我要见不着他的面，我今天我还就不走了。这事儿我真管不了。您要是想投诉，您找投诉科去。您要是想看病，麻烦您去医院。您要是想进去，必须得买票啊。麻烦您快点，因为这么多人围着，真的不好看。哼，反正已经不好看了嘛，不就丢人吗？我就丢到底了，咋的？我还告诉你，我儿媳妇是你们这儿的领导，肯定是你的领导，你知道不？啊，哈哈，哎呀，我儿媳妇要是来了，那你这些工作你都保不住了。领导怎么了？领导也不能影响工作。您儿媳妇很了不起吗？就您这架势啊，我估计您儿媳妇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啥意思啊？啊，我家儿媳妇就不咋地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儿子后边那是排了一队的姑娘等着嫁给他，你想嫁给他门都没有。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我咋说话了？哎，大妈，我谢谢您，我早就名花有主了。再说了，如果我真的沦落到你们这样的家庭，估计我后半辈子也没盼头了。不会吧，就你这刁样你还能找着对象呢？哎呀，谁又不上眼的能看上你呀、啊？我跟你说，有了对象呢还能分开，那结了婚的还能离婚呢，对吧？说不定那哪天就被人踹了你。我告诉你，我儿媳妇比你好八倍，还带拐弯的。就你这样的，打一折，我们家都不要。说不过了吧？下回我再跟你理论。我找着吗？走开！我有那么大的事儿要办呢。这年头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呢？什么素质啊！啊，这在结婚前我就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不住在你们家。可是你怎么说呢？啊，我就怕我们造成这个婆媳之间有矛盾。可你呢？你说我妈是世界上最没有是非的人，但结果呢？啊，我们这三个人好不容易出去吃个饭，可是你贵那几毛钱您都计较啊！要不是您在中间搅和，我们俩早就评上那个街道的这个模范夫妻，是不是？是是是，你说，你说，是是，我这个家长没做好，可你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。我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，我烧的早饭端在桌上等你们起来吃。可你呢、啊？
你要睡到中午啊，我又把中午饭做好了，我像大小姐一样的伺候你呀、啊。哎，您打住啊！自打我进您那个家门，我就跟您说得很清楚啊，我不吃早饭，我不吃早饭。可是您怎么着？您故意的每天早上六点钟把那个早饭做好了，往那桌上一搁，您呢就开始放那音乐了啊，这个就开始跳秧歌，那个起空起起空起。你知道我每天都是在做那个噩梦啊，我噩梦到什么？我梦到都是打仗，你还做噩梦了？我是整宿整宿都睡不着觉啊！我睁着眼睛我就数星星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啊，一个赌博，一个整天花钱如流水呀、啊！我哪花钱如流水了？你还不是啊？你从头到脚你都是名牌，你人是不是名牌啊？那我总得穿衣服。别吵了，你们两个烦不烦呀、啊？不就是离婚吗？离，离了拉倒。在家吵，出门呐，我受够了。我这还有什么意思呢？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呢。我想当初，我好歹我也是血气方刚、英俊潇洒，再看看我现在这么欠打的样子，还不都是因为你、因为你们俩给闹的？你也别跟我说什么人一时风平浪静的，放屁！我跟你说，我烦透了，离婚不离不行，非离不可。你呢？等等，你等等！哎呀！喂，妈妈。儿子，你下班了没呀？马上了，差不多了，怎么了？哎，妈，你等一下啊。喂，你好，民政局。喂，亮子。哦，巧巧啊。给你打电话怎么老占线呀？哦，我给我妈说话，你等我一下。哎，妈妈，怎么了？哎，不是，妈就想跟你说呀，妈可能能回去的晚点哈。你和带着俏俏要是到了，妈没到呢，你就等妈一会儿啊。哎，妈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是俏俏第一次上咱们家来，你这老佛爷您可得准时的入席啊，人等朝拜呢。哎，那个俏俏是我妈妈，她想问一下，那个你喜欢吃什么？她打算给你买海鲜，正在搁这跟我核对时间呢。哎呀，那多不好意思啊。你跟你妈说，别那么客气。别！哎，对啊，这海鲜吃多了容易拉肚子。嗯，你等一下，我跟我妈再商量一下。妈妈是俏俏，俏俏问你喜欢什么，说第一次登门一定要给你买个非常好的礼物。哎呀，你说这儿媳妇多孝顺。哎呀，那你快跟她说啊，啥都别买，只要来了就行。哎呀，妈心意领了啊。遵命。我妈说了，就你这么一个儿媳妇儿，她不疼你，谁疼你？对不对？那个，这样吧，你甭管了，那个等我下班去接你，你等我好不好？非得要买，不买都不行，买便宜了也不行。妈，你这样你别管了，早点回家啊，等着我好不好？拜拜。好好好，拜拜。妈，你妈，我妈怎么了？太彪悍了！哎，你肯定是秃顶、哎，你看你脖子后面的纹子那个，真不是，哎，就是秃顶。那你告诉我，秃顶是谁？谁是秃顶？你是不是？我真不是秃顶。那你告诉我，谁是秃顶？要不然我不放开你。妈，你是，肯定是他。那啥呢？你这是？我找秃顶啊。一个二手男人，老牛吃嫩草，想找我闺女？我岁数也不小了，你什么？那谁老谁嫩啊？你岁数再大，你是个大姑娘啊！他是个二婚男人，还带着个孩子，咋的？这叫啥呀？这叫二手货。那二手，哎、那二婚男的怎么了？那他对我好，呀，对你好，跟原配都没好啊，跟你天长地久啊？你信这个？你怎么那么糊涂啊？
真是妈，人说了，人家说离了婚的男的才知道珍惜幸福呢。你们听听，你听听，这才三天啊，才三天，你就知道他那么多好吗？你不傻吗？你就更你是傻呀，你这孩子。妈，你想一辈子让我生家里哈？一辈子就一辈子呗。你反正剩了三十多年了，我也不在乎你多剩几年，到最后你就真的成了压箱货啊！妈养活你，妈都不能让你嫁给那个二手男人，干嘛呀你这是？你不嫌丢人？那我还要脸呢？逼死我得了！行，你得跟我回家说去。走，你跟我回家，跟我走。丢人强啊！走走走，跟我回家。不回家，我还不是出家呢，省得你烦我。烦，我现在都烦死你了。我告诉你，范婉啊，在图钉这个问题上，我和你爸保持了高度的一致。除了这个二手货，你嫁谁都行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呀？为你好，为什么？他有个孩子，孩子是个累赘，你懂吗？你愿意给人当后妈呀？当后妈多惨，多难当啊！不是你。咱家不是大富大贵，咱引不来什么哎呀高干子弟，那你找个没孩子的总行吧？我愿意。你要敢跟他好，我就敢死在你面前，你信不？哎，你干啥去？我接你未来儿媳妇儿。你不许去找那图钉啊！不去，你都要死了我还去。啊，那捣腾什么呢？这都是浮土，没事，不脏啊。这是我店里没卖出去的衣服。我弄它干嘛去？我送给俏俏。有你这样老太太吗？啊？咋的了？人儿媳妇头一次登门，你就送这破玩意儿？什么破玩意儿？这新衣服，不就款式旧了点儿吗？去，俏俏长得漂亮啊，穿上洋气、啊，洋气。破玩意儿，你啥都不懂。我跟你说，你小事别管了，这点事儿还管，真是。哎，老范，挪挪你屁股啊，给我买瓶料酒去。那不有事儿的。啥？你说啥？哎哎哎，你干啥去？我下棋去。那个象棋比你爹妈还亲呢，你这都忙死我了，真是。真是有点凉，对对对。凉就吹了，老友也不来。真是啊，他在，嘿，玩什么？哎呦，等我呢吧？哎，我们老哥几个正琢磨呀，你今天不来了，那干嘛呀？你儿媳妇不是今天登门吗？你得帮着做饭，整几个菜，弄点酒什么的。那是老娘们的事儿，咱们下棋的。行啊，真老爷们儿，行，来摆上。我有没有车位呀？哎，笑笑，嗯，要不这样吧。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到前面看看有没有车位。好，正好你去停车，我去刚才经过那小卖部啊，买点水果去。嗯，好。嗯。你好，来点什么？老板，我想包个果篮。好，这个果篮漂亮。啊。你儿子跟我儿子能比吗？我儿子是在民政部工作，这就打不碎的不锈钢的饭碗。我这儿媳妇儿你知道在哪儿吗？啊，那也是大企业，还是管人的。哦，你这一个月工资挣多少钱吗？多少啊？刨去税啊，一个月一万多。嚯，这可真不少哈。这回啊，你养老可不发愁了。那当然了。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，这钱啊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花。咋花呀？你往死里花呗。你可真行啊你啊！我在上头忙的腿肚子都朝前了，
让你打听料酒吧，你好，你跑这下棋，不光下棋，你还瞎白活，你不吹牛能死啊？不是你要干什么呀？你要、谢谢啊，哎呦，还真挺实在的。哎呵，长本事了哈，跟我摔棋子儿，来，拿着，来，给你摔，接着摔，摔呀，我看你敢再摔，摔呀！不，你再接着下来。谁都别下来！干啥？哦，你天天啥事不干就会下这破棋，这破棋能吃是能喝呀？哎呀，人家打个太极拳还知道锻炼身体，哎，你以为你下棋就不得老年痴呆症了？这个破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这有意思吗？能赢房子还是能赢地，能赢天，能？这位大妈，您说话也太难听了吧？说我呢？啊？不说您，我说谁呀？哎，您不会忘了我吧？咱们之前刚见过面的，我一天见了你两回，回回都在跟人吵架。咋的？游乐场没吵够啊？都撵我们家来接着吵。行，不服哈，来接着吵。我这人没别的，哎，就爱管个闲事儿，爱打抱不平，见不得人家被欺负。哎，您说您这么大岁数，跟我妈差不多吧？您不好好在家带带孙子，做做家务什么的，成天在外边跟人打仗，您不累啊？哎，我说你个小丫头片子，哎呀，你懂得尊老爱幼不？啊？人不大，本事不小，你管太宽了吧你啊！我说大妈，我觉得您呐，真得学学这位大爷。您看看人家，多有素质，多有涵养啊！一声不吭，那并不是人家怕你，是人家不想跟您一般见识。您这么狠呆呆的干嘛呀？我要是他闺女啊，我绝对不容您这样。你赶紧跟人道歉吧。你当我闺女我也不要啊！你管得太宽了，我告诉你。先吃萝卜蛋操心吗？这是这事儿本来不该我管，但我觉得您岁数这么大了，您总得管住您自己的嘴吧。管住我自闺女，闺女，给我闭嘴！您看看，哎，多霸道啊！哎，有这么说话的吗？亏得您没娶她当媳妇儿，要不然这辈子有的您受了。你刚说啥呢？我说的是实话，我说的有错吗？我该说的都说了。您要是还有气儿啊，您别冲这位大爷，您冲我来。你也知道我在哪上班啊，欢迎您没事来投诉我，我还有事我先走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你，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你丢不丢人呢？你谁丢人啊？我丢人，你丢人，这大老爷们儿吧你？看着你媳妇被人欺负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我要是你，我一头就撞死了。今天要不是因为家里来人，我得买料酒去。快点跟我回家啊！跟他没完我。哎呀，快给我拿瓶料酒！不用，算了，真想一头撞死。回去，你回，别回去。乐什么呢？捡着钱了。哎呀，这世界还真是小啊！哎，你猜我刚才碰见谁了？谁呀？就是上午在游乐场跟我吵架的那位大妈。啊？我好好的跟她较量了一番。不是，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旗开得胜。爸，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哎，快点说。爸妈，妈，人呢？爸妈，你爸妈不在家呀？估计一下。哎，你坐，来，坐，到这儿跟到自己家一样啊，别客气。这是谁家的车？让一让，谁家车？快！有没有人？我的，哎，我的，马上下去。对不起啊。怎么了？我去挪个车去，我那车把路给堵死了。你快点啊！赶在你爸妈回来之前。哎，你放心吧，你坐、嗯、啊！你别客气啊。哎呀，这还关机了，这孩子真是。我说你慢点行不行啊？这累傻狍子呢。你给我闭嘴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儿媳妇第一天上门，你别气我。我孩子还不接电话，今天算倒霉到家了我。Thank you.
开门哈，把东西给我了，我再开呀。哎呀，这麻烦死了！我不是才开呢。不是你这磨磨蹭蹭的，我这都着急的火上火呢，快点快点，拿着，我换鞋呢这。哎呀，真是，你这啊，别走啊，别走，我得换鞋。哎呀，哎不，哎，老范呢？来了啊，你看这来了呀，哪儿呢？嗯，是吗？啊，拿着。啊，儿子，亮子。没人呢，哎呀，快点！我没有，憋不住了，憋不住了，快点！哎呀，拿这儿呢，上磨屎尿多，真是。山南那边，海南那边，有一枚蓝精灵。欧克，可爱的蓝精灵。谁？谁呀？山里山，哎，我干！娘啊！谁呀？你拉着。阿姨，今天的事儿是我不对，我错了。不，这是不是哪是你不好，阿姨不好啊？你说我就这么呼呼啦啦跑过去了，我也没自报家门，我是范亮他妈，你哪知道？哎呦，那都是我反应慢啊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阿姨，您别误会啊，其实亮子他挺好的，条件也不错，刚才还说什么，就是要是嫁到你们家，下半辈子就。我这话说得太过分了，我不，阿姨说那话也不对。你说阿姨说亮子后面排着一对姑娘，没有一个都没有，就你一个，就你一个啊！阿姨瞎说的，那个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我真的不是存心想惹您生气，我就是话赶话，一激动我就哎呀，我也不是话赶话的嘛，你这您能理解吧？您能理解。那个行了，你们俩有点太客气了。哦，对了嘛，那个。笑笑给您带礼物了，对，这是我给您和伯父买了一些小礼物，还有这个燕窝，您看，燕窝，还有深海鱼油、水果篮，对了，是我爸妈特别推荐的。妈呀，这玩意儿得多贵啊，好几百呢吧？好几千。啊，要死了这，那真是太贵了，这玩意儿能吃吗？你这能买多少袋白面呢？你这人也是了。让你吃你就吃呗，哎，没你事儿。对，做饭，做饭，你们这。哎，这门咋都不关呢？啊，我要是小偷，我。哟，这是咱亮子的女朋友吧？啊，来，快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长得可真漂亮啊！是，你看看人家北京姑娘长得啊。这小屁股，这小头发，啊，多俊呐！哎呀，嫂子你可有福了啊！听说还是个总监。哎呀，行了，你这一惊一乍在把孩子吓着。那个啥，这是我二姑妈。哎，对，他二姑，二姑妈。哎，坐，来坐下。哎呀，乍一看漂亮，这仔细一看比乍一看还漂亮。那是。哎呀，就瘦了点哈。啊，这以后生孩子费劲。啊，是肯定费劲。这行吗，亮子？不行也得行。不是，其实我不是怕别的啊。你说，万一你妈再跟今天在游乐场似的，游乐场地儿大，我能跑；家里面地儿小，跑不开呀，我怕。不能够。再怎么说，今天也是俏俏第一天上我们家登门，我妈不为别的。就为在他这儿媳妇面前留点面子，他也不能翻脸啊。今天是咱俩最后的机会，你要不去真没机会了。
行吗？服务员，再给拿两瓶啤酒。给。吃啊，巧巧，这个。嗯啊，吃吃吃，来来来，舅舅吃吃吃啊！你看你这肉吃的放不下，没事儿，我们呀，东北人我们豪爽啊，我自己来，出溜着出溜下去了啊，多吃多吃多吃，好。这个妈，笑笑啊，平时不这么吃肉，来来来，给我吧，我来。哎，不这么吃还怎么吃啊？就是，这女人就得吃，不吃怎么给你下小崽啊？吃，笑笑，你爸妈身体还好吧？嗯，挺好的。哎呀，那就好。这人上点岁数，健康就是福气。对，要不然咱家亮子找俩老病葫芦当亲家，那可就麻烦了啊。不是，巧巧，我问你个个人问题行不行啊？没事，你问。你一月挣多少钱？来，你看，你不该问什么你就问什么。这人怎么那么没溜啊？这事儿相干吗？你说你这脑子，你能不能？聪明点儿，你还没有这个鸡聪明呢。人你这吃点鸡的补脑子。给人家，这，哎，吃哪补哪儿，来。哎，怎么不相干呢，哥？这直接关系到将来咱家亮子的生活水平啊。就是，你看你，妈，那个还有菜吗？啊不呀，锅里还咕嘟着。哎，我去，我去吧。啊，那个，我跟着去吧，咱不知道咋弄的。哎，我来帮你。好是好啊，别，就是屁股小一点。不会，以后生孩子费劲。你少说几句能疯啊你？没准找个树窟窿，怎么说都行。真的，没准得剖腹产。哎呀，哎，行了，我来。你看，哎，你妈给我的那包衣服，我能不要吗？你说呢？那么沉，我就算拿回去也不会穿呀。一看就是动物园买的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们家有乡下亲戚吗？送人呢。你说我妈给的，你不拿不合适啊。嗯。知道待会儿怎么说了吗？知道了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你妈不管说什么，我都说是。你看你这回净帮着阿姨干活啥？你看都吃的那么少，没事，我下次吧，阿姨给你做红烧肉。你不信你问他，阿姨红烧肉做的可好了，特别好吃。图钉儿？是。你就是图钉啊？啊？怎么？你就是图钉是吧？妈，干什么？你别跑那么快，你站住！别看我追不上你，妈！好快，妈！哎，我逮着你了！哎，啊，你看到我？你看我今天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急吗？他真追他！我哪知道啊！喂，好你个小子，你知道我这小猫哪这么溜啊？
妈，妈，我扔你脸呢？你以为你搞把我闺女搞走，我就追不上你啊？哎妈，好啊你！你看搞不得我姑娘，我今天我得好好教训你。妈，你啊！哎，妈，你个二货！哎呀，别别，我动你！哎呀，老棒，我还抽动你呀你！小德，谁动的谁动的？我动了他，我动了他还不行？你要不要脸呢你？不是，你干嘛呀？你为什么呀？你就不让我跟他好？他是个二手货，还带个孩子，我能让你跟他好吗？二手货我也喜欢他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儿就这么定了，你们谁拦着我？我死给你们看了就！婉儿，婉儿，婉儿，咱别闹行吗？走开，滚！好，我不往前去。那个婉儿，这太高了，咱能不这么赌气吗？啊！谁不会跳？哎，你吓唬谁啊你？干嘛？妈！你从小就是被吓唬的，啥了不起的？啥呀？不能跳吗？啊？比谁敢跳啊？嘿，啥了不起的？你要敢过来，我就把你跳下去！我不过去，妈，我不过去。我跟你说，我家就住楼上这儿。哎，这上面好像这有个人在这上头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？哎，怎么了？这上有一人，你看，这人干嘛？你看，赶紧打110吧！你赶紧下来吧！别闹了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下来吧！我们下来，嫂子，你让他先下来。你不是欺负人吗？你！我欺负你啊？我欺负你什么？我怎么欺负你了？你不要跳吗？跳，谁不敢跳啊？姐，你也下来吧，姐。你下来。哎，婉儿，我不管了，婉儿，我这太高了，我腿都软了，咱能不再玩吗？啊？不是。妈，你别跳啊！姐，你快点，你快跳！姐，我告诉你，我别过来！你再过来，我一片腿跳下去啊！别，姐，你可千万别片腿好不好？你下来吧，我求求你了！你跟咱妈较什么劲呢？姐，他下来，你让他下来！我再说，小王八蛋，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白生你，我白养你了，啊！我把你养那么大，我有病！我早知道你这样，你生下来的时候就先把你摔死！你气我，我在没被你气死之前。我先自己死，我跳下去。赵东啊，阿姨，真是好苦啊！您跟您自己的亲闺女较什么劲呢？不是，你看她多气人呢，她。哎呀，这也太高了，这太危险了，阿姨，您赶紧下来吧。是有点高，你要不抓住我啊？我站在这儿，我腿都直哆嗦，我也哆嗦。那你赶紧下来呀！他没下来，我要先下，我多丢脸呢！我，哎呦，您还在顾忌见识呢？
到底是命重要啊，还是面子重要啊？命重要。那不就完了吗？他迟早会下来，您放心。下来，下来，啊、嗯。行吧，他们下来。一边是生他养他三十年的亲妈，一边是相亲相爱即将谈婚论嫁的我，该救谁不该救谁，选择谁放弃谁，量子究竟怎么决定？只要多犹豫一秒钟，他就要永远失去一个挚爱。